苏里的中国第二季第二战，咏春图腾药。王红霞，胡老师，久仰久仰，欢迎王老师。敢问咏春有何讲究？追隐不追守，重心不重眼。那学咏春要学什么呢？只传三拳三气，却可千变万化。三拳分为小念头、寻桥、标指。三气分为卧云桩、六点半棍、发展刀。评论区有人说你是咏春防身应用第一人，我只是无数人中的一人。王老师，武林大会严重盛典怎么说？要分高下，但不决生死。哎，有人。哎，我们武林大会年终盛典再见。崇尚武德，爱国敬亲，尊师重道，自强不息。